分享我的理财一些小方式。那常常呢，在一些爱用品的开箱影片，会看到可爱的佩宝留言说：“啊，这个看起来好烧哦，可是我买不起。”但其实聪明有规划性的去管理自己的钱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是更幸福的。今天呢，我要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理财的方式，主要是分享给一些年轻的佩宝，当作为一个参考。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的理财方式可能不同，虽然我也有上过一些理财的课程，但是我觉得也不算是俗称的一些理财专家。那要在财务上有所进步，首先呢要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先去理解。第一个就是要先爱钱，钱才会爱你。有很多人在分享投资理财心得的时候呢，都会碰到一些酸民在断章取义，批评说这些讲者好像太看重钱财了，太过于计较了，人生负责任的话就不浪漫没意义了啊，人就不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嘛，这样很逊。那像是在接一些广告合作业配就是不道德的，业配金额太高就会觉得是根本在乱坑人等等的。例如呢，像是最近的华航机师罢工，也可以看到一些人觉得说，机师薪水都这么高了耶，还罢工，根本是没道德啊。其实呢，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金钱，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们认真觉得自己的人生不需要有好的物质，一样可以过得很好，那其实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活态度。那就怕是有些人呢，其实私底下很爱钱，只是因为赚不到，所以才开始嫉妒，然后就开酸了，变成酸民。那懂经济学理论的人就知道，任何合法的赚钱方式都是值得被鼓励的，因为当你赚到钱的时候，就代表你也同时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同等的价值，甚至更超值的一个资源。有些人呢会自发性的愿意付钱给你买某种商品啊、服务或者是技术的话，那就代表他觉得说你是值这个钱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已经是社会人士了，那么你所赚到的钱或者是财产，就是一个衡量你对这个社会贡献的一个额度了。那当然，除非你是在一些慈善机构啊、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本身就不需要赚钱，而只是追求帮助弱势。但是其实即便是一些公益的组织，也是需要钱或者是物资、人力资源等其他形式的资产来帮助，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呢，当你碰到一个合法赚很多钱的人，那就只是代表说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比较多。一个生意好的牛肉面店老板，他赚更多的钱，就是因为说他可以让很多人吃得很饱很开心啊，他的面很好吃。那一个赚了很多钱的明星网红，也代表他所提供的内容或者是智慧财产的价值是让更多人受益的。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仇视正当致富的富人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了。那这个年头呢，有很多年轻人他充满着理想，可是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可以无条件的供应他们的一个物质的需求，让他们可以继续好好的活着。除非你自己的父母也愿意又有能力这样做，否则这些浪漫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在社会上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父母如何让自己的儿女更努力上进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毕业舞会的时候，他爸租了一个加长型的领车，然后订了五星级的饭店，让他在当晚呢享受了最高级的吃喝玩乐。到了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父亲在门口问他说：“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儿子说：“当然啦，过得超爽的，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开心过。”爸爸就说了：“那你要好好记得今晚的感觉，如果你以后还想要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要好好读书，努力工作，这样你以后就可以过这样子的日子了。”我怎么起鸡皮疙瘩的？好啦，有时候呢，人想要过好的生活，享受好的物质，这欲望其实不一定是坏的，而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把它变成是你努力的目标跟动力。那我想在我的生活 vlog 影片，有时候呢，有些网友会看到我去掏爷爷奶奶的家，觉得说这里很漂亮，很好奇到底长得怎么样。那我今天呢，就顺便带大家看看咯。记得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很惊讶，怎么有人的家可以这么的华丽，就像是电视剧里面那种男女主角很有钱的场景一样。所以呢，也让我开始有想要赚钱的一个感觉了。我想有些人有看过陶爷爷的书，他13岁就过着像是孤儿般的生活，靠自己的打工创业而有现在的成就。我想说的是呢，只要肯努力，
也许各个领域都有可能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那我现在呢，就简单先带大家逛逛咯，给好奇的网友看一下陶爷爷奶奶的家，希望未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当邻居。等一等呢，我再继续分享我的理财观念咯。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边呢，是他们的一个户外的庭院，那边有喷水池。好，刚看到的呢就是大厅，然后呢经过了一些走廊，这里都有挑高的设计，所以感觉非常的宽广。那我现在呢就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公设。好，现在走到了一个厕所，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的厕所。好，现在呢在游泳池这边，有两个游泳池，然后还有一个41度的温水池跟蒸汽室跟烤箱，让你在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到这边来好好的放松一下，纾解压力，顺便运动。楼上呢也有健身房，那我们现在上去看看咯。好，这边呢是羽球馆，可以在这边打羽毛球，然后做一些球类的运动。那这边呢是一个回力球室。好，我们现在呢在顶楼的一个咖啡厅，跟这边有空中花园，可以让你看看风景。好，这边呢是空中观景台，在我们刚刚那个空中花园的再更上一层楼，然后这边呢就会有望远镜。现在在电梯里，电梯的上面有水晶灯。好，我们现在进来的这边是撞球室，奢华风的撞球室，旁边还有两个像是小客厅的地方，可以就是亲友坐在这边，然后轮流打撞球。撞球桌呢有两台，我跟我老公有时候会在这边对打一下。欸，跟你们讲，我还蛮喜欢打撞球的哦。有女生也是喜欢打撞球的吗？留言给我。然后呢再往前走，这边有个桌球室。乒乓球我就不太行了，然后陶爷爷奶奶很厉害，他们很会打乒乓球，每次跟他们打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菜鸟，好像手眼不协调一样，很难打到球。好，这边呢是练瑜伽的地方，非常贴心的想到一定会有人要在旁边休息滑手机，所以呢就两张圆桌，然后这里呢就是两面都是镜子，可以在这边跳舞练瑜伽。嗨，这幅画摆在这里，我觉得它有特殊含义，就是要多运动才不会变成大肥鹅。哇，要运动要运动。哇，会议室，这边呢是宴会厅。视听室呢是唱卡拉 OK 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可以来这边唱歌，然后有自己的包厢，一共有两个包厢。好，刚看到的呢都是一些运动娱乐的地方，我觉得很合理，但是这个御书房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为什么有人家里还要有一个图书馆的概念呢？那其实我有看到有人在这边就是请家教，然后学语言，或者是孩子然后在这边上课啊，学英文之类的，读书写作业都可以在这边进行。小包厢，非常复古的一个装潢设计，然后坐在这边都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有气质了哦。然后有四个小包厢，我觉得算是还蛮贴心的一个安静读书的空间。好，不过
没有人呢，你看吧，没有人要来这里读书。没有。好啦，其实是大家的放学时间还没到，现在是平日的下午，所以比较少人。那我们现在呢，去咖啡厅。好，那我现在呢在咖啡厅这边呢，有现榨的果汁咖啡，然后面类、饭类、三明治，各式各样的甜点、肉包、冰淇淋都可以去点。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在家里用餐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这边来，价格呢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好，那我就先吃饱，再继续跟你们分享我的理财咯。好，那第二个观念呢，就是人脉等于钱脉。其实这个观念就是要告诉你说，人脉资源越优秀的人，就越有机会让你的财富增加。但是有些人呢，会误解这个原则，而以为说人脉资源丰富，就只是代表着认识很多人而已。人脉它就是一个大声筒。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优秀、很专业的人，透过很多大声筒帮你宣传，那么你的生意就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今天你本身评价就不怎么好的话，人脉过于过多，对你不但没有帮助，还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想，对于大部分正常、谦虚跟愿意学习的人来说，你如果今天在某个领域发展，就应该尽量努力去认识相关领域的人，然后呢，并且好好的做出贡献，结交朋友。到时候呢，你的这些朋友就会提供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跟看法，让你能够进步得更快。那像我自己呢，早期在经营 YouTube 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的朋友可以问。后来台湾的 YouTube 成立了一个部门，就有专业的人来提供给我们一些协助，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发展。像我自己呢，因为我先生的家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所以我也会尽量去跟长辈以及长辈的朋友，包含各大企业的负责人、政治人物、媒体专家等交流谈话，从他们中间可以学习到许多专业知识跟一些社会的趋势，让自己不要跟社会脱节。那好，我自己的一个理财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理财都会教一个所谓的6:3:1原则，就是你要把你收入的60%拿来当做日常花费，30%呢拿去投资一些理财产品，例如股票、基金，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去增加竞争力等等的，然后好好的学习一下。剩下的10%呢，再拿去做一些医疗保险，至少让自己碰到一些意外或者是重病的时候可以活下去，不要拖累了家人。其实这个理念，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算是适用的，但是当然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人可能年收入1000万以上的人，难道他生活开销需要花到600万吗？其实也是不一定的。他当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适当的一个比例，或许投资的比例增加一些，然后平常生活就不要这么奢华，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不太会去碰那些所谓的理财保险、基金、股票的理财商品，因为我的个性不适合。之前我有分享过一支人格特质适合什么样工作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开影片资讯栏的地方，我会把连结放在那边。那通常个性比较理性、内向，跟对于细节、数字专注力比较高的人，就比较适合去做金融类的一个理财。才投资，很多人呢是感性、外向、个性比较没有耐心的人，常常还没有做好理财的功课就投资了，结果亏钱了，是怎么亏的都不知道。那像我自己呢，就不是一个理性跟对于细节能够很专注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不适合去做一个金融的投资，所以我会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投资在我自己有兴趣跟热忱的本业上面，像是一些拍片的器材、电脑，然后房子的装潢、合作团队的薪水跟知识上的吸收上面，我基本上是尽可能投资，就等于说是我同业中最高规格的，这样才有机会让我们能够走得更长久，走得更稳定。即使我现在做美妆时尚的相关行业做得还不错了，但是我们这一年多来也有在投资制作许多亲子旅游玩乐的内容。其实这些投资短时间内都很难回本，但是我必须要先花资源来投资开发新的市场，让自己有竞争力，然后也让自己能够经营得更广一点。那房地产的方面呢，华人真的很喜欢买房子，的确在过去的30年到40年来说，在台湾买房子是很赚钱的一件事情，只不过
任何赚钱的方法都会有饱和的一天。如果以现在来说的话呢，不建议在台湾买房子来做投资，除非你真的已经很有钱，想要自己住得很好，然后很享受。不然的话呢，除非就是台湾的未来能够开放中国大陆人来买房子，否则房价很难再涨了。建议租房子会划算许多，尤其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很多人的工作未必需要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你就会想要去国外读书啊，工作发展的。买房子的话会局限了你的生活的一个弹性。那还有呢，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可能也蛮适合投资房地产的，例如像是东南亚的越南、印尼，或者是美国一些正在成长中的都市。重点在于当你自己很专业跟有认真在做功课的话，你就会知道世界各地的趋势跟可以投资的机会，这样你投资的成功率就会提高很多了嘛。那很多投资房地产赔钱的，扣除一些突发的天灾以外，其实多半都是因为没有做好功课才会赔钱。任何没有做功课的投资行为，其实基本上跟赌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为什么有钱人都容易变得更有钱呢？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6:3:1的原则，有钱人因为他的生活费可能只占了他的10%，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去投资，一步到位，不用像一般人会担心说，一旦赔钱了就活不下去之类的。所以呢，有很多好的机会，他们都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就好好的把握了，自然机会比别人还要多，人脉跟资源的落差也会非常大。有钱人的社交圈跟所分享的讯息一定会比一般大众所知道的来得更早跟更精准，所以他们的动作都会比别人抢先好几步，很多时候跟时机都是抢对了就算成功的一半了。那在消费的方面呢，我们自己的观念是一分钱一分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很受用。例如我们曾去 Costco 大卖场啊，选购维他命，知名品牌的综合维他命跟比较不知名的杂牌价格差了一倍，但是我老公就有去仔细的去观察两个品牌的一个成分表，原来便宜的维他命的营养素成分比贵的那一款少了一半。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奢侈品未必是会按照它的质量跟标准来计算的，很多东西买个名牌就是买个 logo 而已，但那个时候呢，就要看那个 logo 的设计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帮助。那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呢，除了一半生活必需品之外，如果要买东西的话，我都会先问自己，买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赚更多的钱吗？如果我可以问心无愧的去说它可以帮助我赚钱的话，那么我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投资，值得的花费。例如说很多艺人会去花钱整形，买一些身上的穿搭行头，其实这就是投资。但对于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工程师来说，这些未必是需要的，可能工程师需要花更多的钱去学习其他的技能，或者是购买更多的器材设备来帮助自己创业也好。投资一定都有风险，你愿意承担比较多的风险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爬得比别人更快更高。那么一定也有些人是比较保守的，认为安居乐业就好了。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的话也很好，不需要贬低自己，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承担风险跟压力，对你的健康跟家庭的和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热心的网友愿意分享你的理财相关资讯的话，也欢迎在留言中好好的发挥咯，我们可以一起互动交流。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